我觉得气候方面，就是因为咱们这边冷的时候会有暖气，他们那边没有，就只能受着。对，然后其他的好像没什么吧。我觉得咱们这边人性格比较开放，然后相处的时候比较愉快。我觉得北方天气比较好，虽然说有点风吧，但是南方经常下雨。对，不太喜欢下雨。请问你觉得在北方生活有哪些好处是南方没有的吗？有暖气吧，我比较喜欢这边的生活氛围吧。啊，因为我是东北人，然后觉得北方人偏于热情，就是比较热闹一点，喧闹一点。就北方天气比较，就是四季都比较分明，就挺舒服的。南方就会特别潮湿啊那些的。北方有暖气，冬天有暖气，然后北方四季比较分明嘛，然后也就这样了吧。我觉得饮食方面，因为自己山西人比较喜欢吃面，然后南方可能面食比较少吧，可能啊，但是现在都差不多了。我觉得北方这边不会很潮，在南方有的时候待得很潮的话就是有点受不了。南方人爱吃辣椒嘛，咱们又不吃辣椒，时间长了不习惯。冬天有暖气啊，真的。